最近我也不太好，现在连上了，你看看，可以了啊，可以了，没事，不要紧张。我叫崔阳，是一名方舱的导员志愿者。因为方舱的人数较多，然后看着方舱的医护人员每天都穿梭忙碌，也想尽自己的所能去做一些事，帮助分发一些物资呀，然后统计出入院的人数呀，然后包括就是核酸的那个采集需要统计，反正就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。现在呢我也快要出院了，然后希望更多的人能加入志愿者的队伍，然后一起大家共同战役，共同早日解封。